认识水神，了解水神，肯定水神，相信你会爱上他。老肖那个时候，在我就记得在1月26号，啊，那时候刚好我们决定呢，要开始来全台湾呢各地啊来设置这个加水站的时候，然后老肖打就他的三门啊就找我，因为以前我们做任何公益的时候，其实老肖都跟我们合作很多，就跟我提出来。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到说今天做这个一罐一罐的。其实我做现在做这个一罐一罐的最重要的就是说，这些弱势团体啦，还有这些啊低收入户啦，我想我们旺旺绝对有能力一直来挺他们，所以我们做这个，你说到底要做多少量？其实我个人是希望啊，因为我这个水神这个公司是有日本人合资的，所以呢是用旺旺食品这一方面跟我个人啊，我来采这些来做一些啊，跟老肖一起啊来做这个活动，来办这些公益，希望这个疫情能早日结束啊，也希望啊我们能尽力能支持这些低收入户啊，一直让他们去用。那我也希望啊借这个机会啊这个全球啊如果有需要这个，我有，因为只有我们在做这个机器，日本发明的，他也没有大量在做这个水神生成机。啊，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交给我这个任务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啊，刚好我们有能力做这么多，所以呢，我就继续尽量做。那啊，这个水神这个生成器呢，啊，尽量做出这个水神这个啊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啊，希望能对啊所有的人能有个帮助。哦，我不是为了赚钱的，我也差不多半退休了。哈哈，啊，总之呢，今天呢，希望大家多了解一下，多认识水神，了解水神，肯定水神，相信你会爱上他，然后呢，推广他，不是我要赚钱，尽量我以后尽量能做到最最最便宜的啊。虽然有日本的股东，但是大家呢啊，生命绝对比经济重要。好，谢谢大家。